哎呀，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，聪明。佳佳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嗯，师徒要当龙虎武师了。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。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，我怕他真踢死你。哦，你死定了。比心。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